哇，不是，我怎么把狼哥带到房间里来了？啊，妹妹跟狼哥偷事情。哇，狼哥要不要上床？狼哥，下次有机会一同看电影，我会为您准备更周到的什么？狼哥在我的房王女间。様 It's time to go to bed. 더 핸드폰 하는 거예요. 늦게 자면 거운 피부가 다 무너진다고요. 사이거는 게임 지금 잠이 들지 않으면 우린 죽어 죽어요. 아래 아래 뭐 말리는 아가씨. 无脑。没装备的，看到没有？那没血了，这他妈第几层啊？这他妈第八层了都。哎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轮椅？为什么动作游戏有轮椅呀？啊？为什么动作游戏要搞这种轮椅？开转，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我要开转了。有装备，我要转后面这几层。我要往这边开始转。露西要二命，对，派一命露西二命就够了，就到门槛了。这没带装备的，刚开始刷数值怪，兄弟们，数值怪。异常精通223，异常掌控139，那核心技一个没点呢？那技能也是一个没点的啊，这是命座加的，技能一级都没点啊。装备啊，装备，你看，零级零三级零级十二级零级十二级，什么勾八伤害呀、啊，兄弟！技能怎么点？快快点核心技就对了，露西就点 ABCD 和这个特殊技就可以了，就轮椅就开始坐起来了，坐轮椅。轮椅5万的，已经跳5万以下的伤害了，7万的，什么东西呀？啊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轮椅，这就是绝区零玩家的轮椅，开转了，兄弟们，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我要开转了，说完了吗？我要开转了，没有装备，伤害都这么高，玩鸡毛啊？你的伤害看不懂啊？有，真看不懂。是真的看吗？那你派没有能量的时候，你就猫鼬打嘛，猫鼬不也可以打物理异常，对不？或者是电锯女仆啊，没有猫鼬用电锯女仆，怎么触发紊乱？这很多东西游戏内都有教学的哈。角色这个血条旁边不是有个物理紊乱值嘛？你看正上方的是血条，下方的是失衡值啊，失衡值。然后生殖右边这个圈圈，这个就是异常积蓄槽。派有很多加这个打异常积蓄槽的东西，你看，对吧？看猫鼬打这个积蓄槽，但它长得很慢，对不对？因为猫鼬职业是治那个强攻啊，它打这个积蓄槽肯定是慢的，它是打直伤的，对不对？但派呢，它由于技能啊和角色职业啊，还有技能。一些奇怪的东西，所以导致他这个打这个异常积蓄值特别快。哎，异常积蓄值一直在涨，这个圈圈啊，这个圈圈特别快。啊，异常的伤害和精通有关，对的，对的，对，没错。然后你处于强击状态下呢，你再打个紊乱，打个其他属性，对，打个火属性。哎，这个是火属性的狙击槽，看到没有？看到吧？你要打这个，它就会紊乱了。哎，别死了啊！你看紊乱了，对不对？紊乱，咚咚，这种训练教程不都有吗？对呀，怎么这么多人不知道？哎，狗屁呀！说明书不看是吧？教程全有啊，有猪啊，有猪，不讲了。来来来，这里还有位训练场在哪呢？我这个。你 气死我也！你不问我还没这么生气，你干脆别问了好不好？你自己找一找好不好？主流配对最厉害的两个队不就是鲨鱼队和露西派派吗？你11号也是跟露西配对的，那也是最强。我跟你说，只要跟露西配对的就能强。哟，不是，
我们刚把狼哥给请来我们的房间睡觉，现在又请来了爱莲在我们房间睡觉。哇，兄弟们，一晚请两个，太爽了，我靠。爱莲，我们刚和狼哥过夜，今天晚上又跟你过夜，那我们的床上有狼哥和爱莲的那个味道了，已经开始养蛊了。늦게자면我就他妈。あれあれ、周りの流し。碟片本啊，咱们35级的碟片本跟40级碟片本是没有变化。右上角呢，它这个怪的意思可以看，现在我们是40级这个等级，它这个40级等级指的是怪是40级的，不是指的是我们是40，我们的等级35级就能解锁这个怪40级的这一个档位了哈，然后就可以刷毙掉级，毙掉一个级，60体力毙掉一个级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估计是我们45级就解锁这个档位，我们45级解锁这个档位的话就是毙掉两个级，这个呢我估计我们要50级才解锁这个60级的档位啊，这个可能是毙掉三级，应该就这么多档位的。所以咱们35级就可以开始刷碟片了，30级刷碟片，你打不过副本，打不过主线，打不过支线，那些可以刷，打得过就不刷，打得过就35级了。哦， What the hell， 说来爆伤就爆伤啊，哇，这不快毕业了呀，这等一下啊，替换强化之，兄弟们强化之，嘿，拉满之，爽爆！生命加二，生命336，小问题，前期主持条队就能用啊，小问题，小问题。体力要留到45嘛，体力要越早用越好玩，他们要的一级就开始用啊，不对，五级就开始用体力药，猛用啊，往死里用。安东练到40级会亏吗？你现在练的所有角色都会亏，因为5年后一定会淘汰。现在玩这个游戏就亏，因为几年后这个游戏全部被淘汰了，几年后又有新游戏淘汰这个旧游戏，那玩这个游戏亏了。快点给我去 SE， 快点给我去上分，怎么又被人围了，可怜你天天都被人围，你们要干什么，要你管，再纠缠就不客气了，可怜拿出电锯。好，这样的话可怜的好感度也会提升，可怜怕他们一个电锯把他们都切掉，我已经在那个角落遇到可怜三次了，天天被人堵在墙角，可惜老布没有金鸡。先打一下这个，刚好可以接明天早上鲨鱼妹的约会，今晚就隔着空洞里探索一下，刚好到第二天早上，无缝接鲨鱼妹约会，时间管理大师啊，兄弟们！细说探索鲨鱼妹的空洞，不是鲨鱼妹的空洞，是你吗？是我现在去探空洞，消磨一下时间，然后无缝接鲨鱼妹的约会。对，没有击破位怎么办？露西派派，露西派派在那个谁，那个主席啊，猫右呗，格丽斯。格丽斯也行，没有第二个击破位可以用露西派派，这击破位没你想的这么重要哈。除了狼哥那一队啊，火队其实可以不上击破位，然后呢雷队也可以不上击破位，然后猫鼬也可以不上击破位，上露西和派派，你像安东的雷队上格丽斯和女仆长就行了，不用击破，猫鼬上露西和派派就行了，不用击破，然后11号上露西和本就行了，有克雷达就上克雷达，没有克雷达上本，那击破有什么用，前期怪脆击破的优势还没到时候，后面也有出更多的击破了，不至于只有一个 A 级的击破，按比肯定有很多 A 级的击破甚至 S 级的击破都会出，不击破你没伤害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